到重大急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启动我们的交通特勤系统，可以让这个机务车路过红绿灯的时候一路绿灯通过，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救助的这个时间。拿一个2.5公里的路程进行了测算，之前呢可能需要10多分钟，启动之后呢仅需要3分钟。